按照巴黎警方的说法，秀场纵火和厉总遇袭都是意外，跟陈一渡没关系。意外？为什么？会那么巧，就在大家去教堂参加婚礼的时候发生意外。还有，薇薇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出了事？可是巴黎那边已经结案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求人不如求己，在法国当地找一家侦探社，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好。 已经2个月了，估计多半是醒不过来了。大夫，薇薇她现在什么情况？啊，病人现在的生命体征平稳。她生命体征平稳，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根据以往的经验，病人很有可能遭受了程度不明的脑损伤，所以作为家属。 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大夫。我希望你把最坏的情形告诉我。脑损伤的具体情况要等到病人醒来之后才可以判断。最坏的情形就是病人一直无法苏醒。哎，先生，先生是来探望病人的吗？要不要买束花啊？可以助病人早日康复。 阿姨，阿姨，我有这么老吗？叫姐姐，姐姐，冰淇淋你也吃了，你说话算数，帮我把风筝拿下来吧。知道了，等我吃完再说。来，先送我旁边。嗯。薇薇，厉小姐，厉小姐，薇薇，厉总。 那边有没有？没有。去那边。薇薇，你们去那边。厉总，去那边。姐姐，你小心点儿。来，接住啊！哦。 姐姐，姐姐好厉害哦！我就跟你说没骗你吧。姐姐，你是不是下不来了？谁跟你说我下不来了？这上面风景好，姐姐想在上面多看一些风景啊。那我走了，姐姐再见，谢谢姐姐。哎呀，这个忘恩负义的臭小子，真的走了。 臭流氓，趁人之危吃我豆腐！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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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流氓！打死！好了！打死！好了！打打打！你薇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怎么会知道我名字？你这个变态跟踪我！我打死你个跟踪狂！变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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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你不叫，我就松开手。救命啊！别打呀！救命！你的演技可真是炉火纯青啊！啊，在巴黎的时候诬陷我是纵火犯，现在又说我是臭流氓，哼！你这种跳梁小丑一般的把戏，还玩不腻啊？我告诉你，像你这样恶毒的女人，我根本就没兴趣。 人在这儿，厉小姐，厉小姐，快点，在那儿，人在这儿，快点，薇薇，厉总，厉小姐，厉小姐，快，交给我们吧，慢点，慢点，站住。 你来干什么？我当然是来看厉微微死了没有。不好意思啊，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有力气扁你。是吗？刚才他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感觉轻飘飘的，好像他瘦了。我警告你，离我的女人远一点。 那你最好看紧他，别让他再来骚扰我。李总，哎，医生，他眼睛在动啊！李总，哎，霍总，怎么样？他马上就要醒了，眼睛在动啊！ 怎么样，霍骁，快点收拾东西，去机场。我不是赶不上开幕式了。啊？什么开幕式？我不知道啊。走，你先别着急啊。你说的是什么开幕式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啊，咱们不是约好了要去的吗？刚刚被一个死变态吓了一跳。不过现在我没事啦。 我们快去机场吧！不是，你知道现在是几几年吗？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开幕嘛。傻了你们！干嘛？你们两个，我最受不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了，我要出去透透气，快一点！患者由于缺氧性脑损伤引起了记忆障碍。 目前判断他的记忆仍旧停留在7年前，也就是说，最近7年发生的事情，患者完全遗忘了。对于这类逆行性遗忘，目前医学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手段。你们多给他讲讲以前发生的事情，也许能帮助他尽快恢复记忆。快点，可以吗？啊，阿杜，哎，阿杜，你怎么了？李微微醒了。 他康复了，他不但醒了，而且攻击性变得比以前更强了。那你去医院看他了。苹果手机竟然出到6S。是啊，连老板都死了。真的假的？不，世事难料，人生苦短。 怎么了？东方神起竟然解散了，我还没有买到他们演唱会的票。哎呀，他们的票很难买的，他们竟然解散了，我的青春啊，时间太惨了。笑什么？拿纸巾拿来。 霍总，我跟医院那边打好招呼了，不会透露厉总的病情。好，可是公司那边怎么办？还等着厉总回去主持大局呢。
我考虑一下吧。到了。到哪儿了？哒铃哒滴哒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总裁办公室的座位，还真比我那屋坐着舒服。那是当然了，因为玲珑总经理这个位置，就是为了您勇哥这样的，哎，浑身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专门设计的。低调啊，低调。哎，虽然我这么个fashion 的，哎，而且我还很那个懂么么，modern，嘿嘿。但是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散发着那个 stututa 艺术的 style。Yes, yes。打完了一起去吧，去吧。但是，我不能说出来。不能说出来，我不能对外说出来，这叫低调。您虽然不能说出来，但是您来当玲珑的总经，那都是众望所归呀。Perfect。Perfect， 快了快了啊！我跟你说，现在李薇薇这个大魔头啊，住在医院那么长时间了，我估计现在已经快挂了。而且咱们公司的业绩现在非常差。另外，杜公司又卷走咱们那么多人，大哥现在对霍霄意见炸了。所以啊，像您勇哥这样的救世主，就应该马上出现，临危受命，救公司于水火之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生小。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新来的，对不起啊。你新来的，你也对不起。哎呀妈呀，没事吧？哎呦，到哪儿了？滴答答。去二楼看看吧。霍霄，这里真的是我家。当然了。你现在甩我一巴掌。干嘛？我以为我在做梦啊！你不打我，我就当真了。舍不得啊啊！我看来是真的。又笑。怀里来，我会好好爱你们的，我的。向前告诉我，我怎么发财的？你猜。中彩票了，还是天上掉下来一颗大钻石？哎，你就不怕被砸死啊？快点跟我说，怎样发财的啦？五年前，你跟我一起创办玲珑，而且大获成功。霍霄，我就知道你聪明又有义气。跟着你是一百万个靠谱啊！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棒，你呀，现在是国际上顶尖的设计大师。行啦，你这个马屁拍过头了。还不信？啊！我哎，这个是我哎。耶！哇哇！我在杂志上面。玲珑设计总监厉薇薇访谈录。设计总监，我是设计总监，哇，太像做梦了，我的梦想实现了。
哎呀，怎么好像一觉醒来没做什么努力就成功了？不奇怪，其实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打拼成这样的。哦，来，为30岁的厉微微干杯！来。哎，火星啊，那算一算，你今年也有个，哦，32岁了。怎么样，还是单身吗？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有未婚妻。有未婚妻？哇，恭喜你！哎，怎么样，是谁啊？漂不漂亮？性格好不好？我认不认识啊？很漂亮，性格很好，而且你也认识。真的？我也认识啊。是谁啊？就是你了。娶我吗？让我一辈子做你的女人。我愿意。原来我们之间发生过这么多事啊。我爱的人真的是你？是的。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想到你小的时候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坐在地上哭的样子。我跟你之间怎么可能啊？严肃一点好不好？这叫两小无猜，这叫青梅竹马，而且证据都在这儿，别以为你失忆了就可以赖账啊。天哪，我竟然对自己的好闺蜜下手。厉微微，你还是人吗？你真是一个禽兽！就算自己嫁不出去，也不能祸害人家霍潇啊！对不起，我竟然对自己的好闺蜜都有非分之想，我替30岁的厉微微向你道歉。不用了，你失忆了，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等你好了之后再说。但是。你这段时间不能喜欢上其他的男生，知道了吗？管的还真多。给我老爸打个电话，看他在干嘛。哎，都这么晚了，你打电话人家休息了。我爸是夜猫子，到现在还没睡呢。他万一打麻将，你这样打过去他输钱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啰嗦的。哎。我爸电话通嘞，我老厉托闺女的福去欧洲豪华游嘞，正在游轮上畅游地中海，国际长途话费太贵，有事请在滴的一声以后留言。我发达了，我现在有钱送我爸去豪华游轮啦。可是不太对劲啊，我爸既然有钱去坐豪华游轮，干嘛舍不得打长途电话？老人家节约嘛。信号不好，信号怎么那么差呀？现在是最需要厉总的时候，厉总昏迷这么长时间，公司的业绩已经被杜超过不少，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输给杜的。不行，微微失忆了，身体刚刚康复，我不想他为公司的事情操心。可是除了厉总没人能挽回局面，到时候永总一定把所有责任推到你身上。对我而言，他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警告你，别再让他为公司的事情心烦。霍总，我觉得你行了，别说了。霍总要去哪儿？我爸来公司了，我过去看看。我开车送你吧。不用，
你留下来好好照顾薇薇。啊。挺丰盛啊。厉总，这些都是你做的？霍总做的，怕你早上没饭吃。董事长，大哥，你怎么来了？短短两个月，怎么那么多人离职？怎么说呢？这厉薇薇昏迷之后，霍潇这孩子就没心思打理咱们公司了，这人都被杜挖走了。上个季度的销售额，我们杜比玲珑整整多了12%。哎，另外还有厉薇薇工作室的几个设计骨干，已经答应了猎头，考虑来我们杜。很好，大家再接再厉。你是霍潇的秘书？哦，是，我姓欧，单名一个叶子。欧叶，这名字真喜庆。谢谢李总。我说欧秘书啊，我不在的这两个月，公司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没事儿，挺好的，公司挺好的。厉总别操心，安心养病。啊，哎呀，我的头。厉总怎么了？不行，我的头。厉总，我痛。厉总你怎么了？厉总。恢复记忆了？啊，不会吧，厉总，你没骗我吧？欧秘书，啊，脸上褶子多了。不可能，我上个月刚打的玻尿酸。我离开公司这两个月，真的没有事情发生吗？没事儿，真的。不说是吧？不说我打电话了。哎，对，厉总，如果你要是恢复记忆的话，那就太好了。公司确实出事了，厉总，而且非您出马不可。啊，陈总，玲珑的设计师们都已经在会议室了，让他们先等着吧。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不尊重人家啊？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他们既然能够在玲珑最困难的时候背叛，这样的人不配拥有尊重。那你都不信任人家，干什么花那么多钱把人挖过来啊？优秀的设计师杜从来都不缺，但我不介意多花点钱，再多请几个。哼，真任性！陈毅杜，竟然敢趁我病着的时候抢我的人！好，我今天要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狠角色。哎，厉总，去哪儿啊？当然是去找陈毅杜啊！你还记得他？7年里头，你见过的所有人，认识的、熟的，以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啊，我都帮你整理好了。好闺蜜，你真……你少来，给我好好学习，记牢了。陈毅杜，哈，原来他就是
那个大色狼。欧耶，通知霍霄，说我去找陈一度。这三位就是玲珑设计部的核心成员，设计师苏菲、George， 还有打板高手老万。既然你们选择了杜，就应该明白自己今后的立场。我不希望你们再和玲珑有任何交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合同，就是根据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是玲珑年薪的两倍。看来大家都还没想明白，那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句，时尚圈很小，风言风语却很多。你们今天踏进了杜的大门，就算不签这个合同，恐怕也回不了玲珑了。警告你啊，如果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了。看见了吗？连厉微微现在都这副狼狈样，玲珑还有什么未来啊？既然合同已经签了，那你打算让我们在杜担任什么职务啊？那就要看你们三个人的能力了呀。是这样的，这是我去年参加时尚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我相信它可以证明我的实力。这种荷叶边褶皱的设计早就过时了，这是垃圾啊。你们三个要是这种水平的话，在我们度可得要多练练了。你就直说吧，你打算让我们干什么？去杜闹事了，首战告负，门都进不去。好了，回去吧。我是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里面是他们的地盘，外面他们管不了了吧？我是怎么样也要把我的人给要回来。欧叶都已经查过了，对方把合同都签了，你坐在这里也没有用啊。你说我们几个工作了这么多年，一定会有感情的吗？我就算是求，也要把他们给求回来啊。对啊，有感情，只是对方对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感情。为什么？快说为什么。你经常强迫老万加班，骂他工作不仔细。就是啊，加班呢。嘲笑交际品味低俗，扣他薪水。厉总，上班化妆扣薪水。对不起，我。厉总还撕过苏菲的设计稿，我是怕他们早就对你耿耿于怀了。我居然这么变态啊！好好，知道了。好，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吧？没事，没事。苏菲，有苏菲的签名，应该是她的设计稿。哎，阿姨，这些给我吧，别捡了。看样子苏菲他们在杜也不是很顺利，我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叔叔，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薇薇。老爸，怎么办？我现在在公司里遇到了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要是在我身边有多好，你快点回来吧。试过苏菲的设计稿，此君王不早朝啊，整整两个月，相信大家都已经见证了小霍总是怎么管理公司的啊。玲珑公司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难道就是厉薇薇一个人的功劳吗？啊，一个人 ？No！ 现在倒好，厉薇薇出事了，霍总什么事都不管了。哎，这么多人都被杜公司给挖走了，现在怎么办？公司现在怎么办？是啊，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对呀，是啊，得想办法解决啊。是啊，不是长久之计。大哥，我觉得啊，既然公司面临这么一个局面，当务之急是应该找出一个真正了解时尚的人来主持大局，来管理。啊，是啊是啊，我觉得不如霍总就一心一意的照顾厉总，这公司的事情啊，干脆就交给永总来打理，这样是不是也不错呢？千万别穿帮了，不要说。厉总，厉总，哎，那边是厕所，办公室的这边。公司模特啊，模特儿，模特儿，厉总，厉总，好久不见，我们都想死你了。你们，哦，你看看你，我怎么了？是不是晚上熬夜打游戏啦？黑眼圈这么重啊？是吗？你。鼻毛长出来了，恶心啊！不是吧？看看你眼睛旁边的细纹，应该去打尿玻酸。什么？不，玻尿酸。厉总，我们两个怎么样？你们两个太瘦了，这样怎么当模特呢？我们还要开会，开会，工作。哎，你怎么不脱呢？那是我们公司员工。哦，工作啊，好。他们是不是因为我要来故意穿这么低腰啊？不是，李总，这叫人鱼线，现在很流行这个。人鱼线？嗯。这个流行我喜欢。哎呦，
哦，时间来不及了。于仙太过瘾了。之前枫丹的 PK 临时被取消了，但这两个月我一直跟他们的高层保持着联系，最终争取到了一个机会。戈蒂亚女士表示，将用这一年里头的营业额作为考核的标准，销售额更高的品牌将入驻枫丹，从此打开国际市场。有什么用呢？说白了，我们现在业绩这么差啊，一年以后我们只能死得更加难看。如果微微康复了，重新回到玲珑，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杜。哎，厉微微已经在医院挺了2个月了，他回得来吗？啊，这位油头大叔。哎，你刚才叫我什么？啊，油头大叔。我霍伯不好。嗯，大不了烂摊子我来收拾，公司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嘿，大哥，你瞧瞧厉微微现在多嚣张啊。啊，他对咱们前辈这么不尊重。既然厉微微已经康复了还这么有干劲，那好，我就限你5天之内把杜挖走的人都找回来。微微，听说你昨天去过杜了，出师不利啊。爸，我觉得好了，我在和微微说话。霍伯伯放心吧，我其实已经想到办法了。好，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一片苦心。自从你昏迷之后，公司现在人心动荡，风言风语特别多。我之所以让你亲自把这些人找回来，就是让那些说闲言闲语的人闭嘴。嗯，微微，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嗯。哎，你爸爸是不是打了玻尿酸啊？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啊？还有很多值得提升的空间，不过你的设计算是有想法的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几个穿珠子穿够了没有啊？穿够了就跟我回去了。你们的正职是设计婚纱，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再说了，让杜付着工资让我的玲珑员工放大假，我也过意不去啊，是不是？说得好，李总。丽爷，我错了，我想跟你回去。对，我也是，在这儿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厉总，我们回去，我们跟你回去。那走吧，走走走。想走？得问问我吧。就这样突然出现。